4月14日，中国第一狗仔卓伟在微博回答网友提问，称不会放弃跟拍鹿晗，还称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他不仅有女友还有孩子，引发群众围观。面对这一传闻，鹿晗在接受采访时直接回应卓伟：某些人乱说瞎话，我承认你是中国第一，这点我认了，再胡说就给你嘴巴上锁。有媒体也求证过鹿晗经纪人杨思维，对方回应造谣可耻，胡说八道。随后杨思维更是在微博发文，感量狠话，是因为那种打脸的感觉很爽，来指责那些造谣的人，